笑谈风月落雪，白头又几度春秋，曾许下的诺言已泛旧。踏过繁华浮生，不求修行尽看透，如人心已贪婪，便从此无所求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傲战平生为九州，此别一别就如何。少年归去成舟，竹篱交斗比铠甲添锦绣，烽火狼烟风沙，横刀立马震天下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傲战平生为九州，此别一别就如何。爱恨情仇，知己一杯酒，一君看桃花，不问世间几多愁。孕育出无敌灵香了，哼，夜雨，你真会那么强吗？与临近小城，这力量太棒了。夜雨啊，你凝聚了什么声色灵香？你还看你可站稳点啊，等一下别被吓到了。啊，是朱雀还是神龙或者更厉害的？稍安勿躁。哼哼，咦，这是雨滴灵像，怎么样？我辛苦淬炼出来的灵像，厉害吧？你孕育了半天，竟只凝结出这种废物灵像。废物？才不是呢！我这灵像可厉害了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啊？嗯？要亲我？一口气就能吹散的灵像，能有多厉害？刚才我还跟严胜廷夸海口说你能一直压制他，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。一直压着他，这个我在行啊，压多久都行。哼，嗯，哎呀，啊，我的膝盖啊！是压制，不是压着，你在瞎想什么呢？他们这么快就回来了，走，去看看。好，之前你们不是挺嚣张的吗？废物一个，还想阻拦本少。血麻，你说我们该如何处置这个老头呢？敢做公子者，杀无赦。李峰，你不要乱来，快放开山叔。你让我放了他？好，放了他也行，只要夜雨和严小姐束手就擒便可。放他干嘛？杀掉算了。这声音是夜雨，你胡说什么？哼，这家伙一直想杀了我，我救他不是缺心眼吗？叶少真的不管他的死活吗？要杀就赶紧杀，杀完了来聊聊我们的事情。夜雨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哦，
我们的事，我们之间是得聊聊。听着，除非你给本大爷跪下，否则要你们好看。你脑子是不是被打傻了呀？之前刚揍完你，竟然还敢来挑衅。既然你没吸取教训，那我今天也只好抓住你，再给你点教训喽。别逗我笑了。呸！上次我有伤在身，才会输在你手上。如今我已服了丹药，想抓我，恐怕你还不够资格。这是真好灵像，蛮荒凶兽。哎呦呦，还蛮荒凶兽！要是想跟我比灵像，他还不够格呢。又吹牛了。哼，老子也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灵像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的灵像有点调皮。出来吧，我的灵像。雨滴，雨滴灵像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夜雨，这就是你的灵像？怎么样，还不错吧？这不错在哪儿啊？真是可笑至极，单凭这就想和我斗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我这就送你上路。小心，敢伤我家公子找死。那就试试看。对不起，我赢了。这邪门可是御林大成精，御林技能不落下风，这下看来山叔是有救了。谢绝，放下二公子，否则天火宗追杀你致死。哦，我听说天火宗有个死对头叫碧涛阁，你说我把你们厉公子卖给他们如何？什么？碧涛哥，别！爷，御祖宗，只要你放了我，什么都行。晚了，敢觊觎我的女人，你们都该死！住手！这是细碎剑。300年前，人族最强的御灵师以身化鼎，封印了为祸人间的黑龙帝尊。帝尊残党从未放弃对御灵传人的追杀。青青，我要你去斩断与他的因果。尊主大人的命令，你还是忘了。你能控制定灵针？难道你是？我要成为天下第一御灵师。扫码关注所以文化官方微信，了解更多独家内幕与花絮。斜阳风下雨风沙，几度春秋。
江山如画，蓦然红尘已是繁华，缘分几何等你回答。浪迹天涯对你牵挂怎放下，旅行肝胆与你四海皆为家，快马江湖战斗无非念你放不下，而我只求与你